嗨，大家好，我是古今海。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一要在5月21号的一个更新内容啊，这是要介绍它的一些更新的活动。哎，首先第一个是任务的部分啊，它这一次多了两个任务哦，一个是工位的，与工位一起成长，你只要完成工位的相关任务啊，捐赠啊，或者是完成工位命令啊，就可以完成这些任务哦。最终大奖有这个坐骑还有武器的抽卡选择箱哦，11抽的一个抽卡。另外一个任务是这个装备分解的一个命令，那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分解装备就可以达成的一个活动啊，你只要一直分解装备，分解一般装备，分解高级装备，就可以拿到一些碎片啊、金主带啊，或者是金钱带啊，或者是种子信物啊，哦，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大奖哦。然后它最终的奖励是这个稀有阶级秘传卷轴箱哦，有三个哦，可以选择看你要哪一个卷轴哦。这些卷轴也都是可以用来制作装备的。好，基本上有这两个活动，另外还有这个副本的活动，这也是副本繁荣之地活动又来咯。它这一次加满了这个袋子哦。袋子的一个数量掉落率好像有点提高哦。另外应该不是掉落率啊，大家有一些不是会喷这个没有刻印的杀金袋吗？那现在有一些怪物加码掉落杀金袋归属哦，刻印的杀金袋啊。另外墨水晶的一个刻印数量也掉的比较多了，墨水晶的掉落数量变多了，另外金币的部分也变多了，我们进去看一下哦。我们的繁荣之地，大家每天记得要来打，因为它算是我们墨水晶的一个主要生产地方啊。好，这是40等的啊，金币哦，没有掉金币哦，反正它这边有机会掉金币，然后还有多余的杀金袋啊，多余的墨水晶哦，大家记得要来挂，基本上大家应该每天都有挂。那接下来是共建铸币的活动啊。让我们完成探险啊什么的，他就会拿到这个共建铸币嘛。他这一次共建铸币奖励2倍哦，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每日任务一定要把它全部接完，然后把它全部解完，这样我们的共建铸币都会越来越多哦。共建铸币对用来买东西有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哦，可以用来买我们的技能书，有的没有的，可以去跟我们的共建币商人买东西哦。我们共建币商人里面有非常多的好看东西。有好几本技能书吧，我记得有好几本技能书，我们看一下、喔。来，共建铸币，中啊中啊，每一个城镇都有一个啦，基本上只要回村然后找一下就有了。我再有这个36000的轮回，还有一些冰冻之类啊，超机密零件啊，哦，有这一些东西哦、喔。机密零件基本上每一周都要买几个来做一次啦，拼一下紫色的飞行器哦、喔。另外这个轮回也记得要把它买起来哦。不利啊，每一个职业都会有一本轮回啊，大家可以来买一下自己职业的这个轮回啊什么的节制啊什么技能书啊，36000这一本啊。哦，每一本的名称不一样啊，大家记得要买自己职业的哦。好，那除了这个弓箭币、重箭铸币之外啊，大家有这个哦工位命令的活动。哦，工位命令现在重新整理只要100元金币哦，就疯狂的整理到出这个特殊的工位命令哦。你只要洗到特殊的工位命令哦，有可能是之前的打800只的，或者是怎样的，大家可以洗一下，哎，99只的，洗到它就会有一些提示啊，大家可以注意看哦，等一下就会洗到哦，九只。他给的奖励会比较好、哦、然后还会加码给工位铸币。哎，这次洗的几率是不是变低了？我洗这样看啊，你有我洗多少钱？有洗到了，洗到它会有这个活动 EVENT 的这个活动里面加码有这个工位铸币的部分，这是什么？这是工位点数哦，不过它没有箱子啊。不过它有工位铸币，工位铸币比较赞啊！大家记得要来拿这个工位铸币哦，因为大家可以买我们的这个转职令哦。好，接了，然后你就去打99次就可以了。
基本上这三个都有啦，打这个服内的99只，鸡蛋的99只，哦，特殊副本99只，一般副本99只，哦，有这一些活动哦，大家记得要去解。哦，每天的五次公卫命令都来选这个来洗这个任务，99只的任务奖励又比较好。好，基本上这一些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活动有这一些哦，大家对于这一次的更新有没有觉得很期待啊？可以多打一些我们的墨水晶，另外还有工位铸币、活动铸币，哦，非常多的资源可以拿哦。大家可以先拿一拿这一些资源哦。另外，大家有一些通勤证的活动哦，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买。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介绍，介绍就到这边。我是古青，我们下次见。好，大家要记得订阅哦，拜拜。